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我的生存进化。那今天呢这一集啊，老头装上了新的模组哈。那之前的那个天堂模组呢，我就不多说了哈，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只拍了4集就把它拔掉了，呵呵，史上最短连载的方舟生存就非他莫属了。哦，才真的是非常的短啊，史上最短方舟生存上线咯。哦，就直接这样第4集就给他腰斩了，因为真的玩不下去，也没什么新东西。所以说老头呢，这次呢装了这个模组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还蛮屌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见乌烟瘴气的？哦，这个模组呢是老头昨天找到的，然后好像这2-3天才放出来的模组吧，叫做赫卡特哦。中文翻译叫赫卡特啦，英文名字我不会念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就是一个新的怪物模组，就是多了很多新生物之类的。而且我稍微有去外面逛了一下，这些恐龙基本上都是大改啊、就是那种几亿的血啊，几千万的攻击力之类的，或许啦。哦，那这可以连载到多久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哦，反正总而言之，就先来玩看看吧。啊，早就玩腻了，再换下一个模组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些工作台的老头一全部把它盖在这边哈，来展示一下这工作台的用途到底是什么。首先呢，这个工作台的话，应该算是熔炉的这个工作台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这边有好多东西，老头哥们弄出来的。哦，大多数全部都是饲料，都是喂恐龙用的。啊、都是喂恐龙用的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还有其他的、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哦、啊，找到了。啊，这应该也是喂恐龙的。啊 ，dragon。啊，这个好像是制作道具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也是喂食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材料啊，黄金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啊，不管了。啊、哦，反正这个是个熔炉啊，可以烧一些炼金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台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妹子啊，对我哦，抱歉啦，我不接受啊，我的心有所属了啊。它这边里面还有一只那个什么异变的那只鸟儿，然后你看左边这只企鹅嗑了摇头丸，非常的嗨啊。那这工作台里面有什么呢？啊，这工作台呢就是最初始啊，要制作这个。是比特币，他的封面明明就比特币啊、我们不要加比特币好了，我们叫它 BB 好不好？啊，就这些右边这些任何所有的材料做出 BB， 但是呢一次做几个我不清楚。然后呢1000个 BB 可以做成一个这个金条啊，那这个金条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拿来用在很多这些工作台的用途上面啊，比如说哦，比特币就可以盖这个房子啊，泰克建筑物。哦、都是改过的、哦、然后实质的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、哦。这边还有储存啊、哦，这边一个储存箱，感觉还蛮屌的，感觉可以存10000个东西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到这边，你就看到这边，哇塞，一大堆头像，一大堆帽子，这个是没有错，这是卖 skin 的。好、哦，这是卖 skin 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是卖 skin 的东西，可是我现在不敢装上去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我怕等一下跳 game， 所以说我们先别装。我们今天还是以外面探索为主，我只是稍微把这个建筑啊，就是介绍给你们看。然后这个看起来这个祭坛非常的帅气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啊？这个好像也是建筑物的部分哦、啊，像这个熔炉嘛，就是我们刚刚左边那个从这边制造出来的储存箱啊。这个为什么储存箱长这样子呢？欸、我蛮好奇的。我们用一个来看看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储存箱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个我没看过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放了下吗？关什么事了？怎么现在有谁打起来的那种感觉？哦，原来是按了之后我声音哦，好吵哦，哇，里面养了一大堆东西哎、欸，哇，在里面嗨的这些。外面吃寿司，可以存几个、啊？存300个。哎、欸，好吵哦、喔，好吵、喔，真的很吵，我不喜欢，吵死人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护甲、毛皮。哇塞，这个可是，我想啦，这游戏是应该是中国人做的啦，好不好？中国人做的东西都是会把这些数值调到一个靠北的地步啊，啊，偏激的失去游戏平衡。
好，这个一定是中国人做的，不用讲了。一定是大陆人那边做的。好啦，这个我就稍微给你们看一看好不好？我们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，我们花了将近快五分钟的时间，去探索这个地方。来来来，我们这次呢就去外面，看一下有什么生物。我们身上应该都带齐了我们的这个道具之类的。补一下血。Let's go， 来，咱们去看一下有没有 多一些新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血条，血条把它拉长。OK， 乍看之下这些都很正常，没什么。来，没关系，一定会有的。对齁，我们好像还有东西没有讲完呢，好像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啦？武器 skin 的方面，我好像没有把它弄出来给你们讲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讲。你看这武器 skin。RPG 还有这种感觉很屌哦，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把玩一下好了。那后续多了很多东西，像这个 skin 我没看过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天使翅膀吗？我也不晓得。还有这个啊，为什么我刚刚都没有讲到这个啊？为什么？不了解，没关系。这个感觉好像是个召唤物的样子，可它上面写建筑物就怪怪的，有点像研磨，好像那个方舟方块的研磨。不管了哦。马上就来了两只，又要破坏游戏平衡了，然后你看到我们的那个超大只的那个，这是荔枝鱼吧？是不是精英荔枝鱼？搁浅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前面有两只，非常的危险。我们现在站在远远的地方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这两只家伙呢，是不是可以抓的？野生的可以抓，哇塞，那个血量实在，这个游戏实在太夸张了，不是，是这个魔毒实在太夸张了。这个嘞，血量多少？这个血量就正常，迷你版的悟空，西游记哦，我怎么感觉这个魔族好像曾经似曾相识的样子啊？怎么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算了，我们以防万一好了。挡住了，挡住了，以防万一啊。没射到，这家伙很会闪哦。等一下，他是射到还是怎样？他怎么突然蹲下？哇，边蹲下边走啊！这个会神漂移啊，这家伙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射不到他？他落点吃他脚。哦，会死啊，大哥！等，不对劲吧？他野生的却不能抓，他在游泳了。还是说这个是靠近喂食，跟以前的那个差不多，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完了，我要不要作死啊？我猜应该是这个吧。Boss 的食物，然后这个是一般恐龙的食物。来，他在哪里？他去哪里了？他应该是不会打我吧？我觉得我站远一点哈。干，好恐怖啊！这应该不能用晕的。靠近喂食吧！我靠，一大堆悟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这游戏，我觉得这个模组的寿命会很短哦，真的会很短。我说真的，别打我，拜托求你了，我人很好的，真的，我人很好的，没事，别，我人非常的 nice， 快点。不是这个，不然你吃什么？这个也不是，他不会打我，还好。走开哦！干，打声小，把我东西拿走了，还来哦！妈的，这东西拿走之后就还不了了，还是这是什么？这是移除 bug 用的啊！他都不会主动攻击，还好。好吧，让我们试试看这个好了。这个你有办法吗？走吧，让我看看。哦，就是这个啦，如来，怎么又跟之前一样了？如来，好，我觉得这模组一定是跟人家要的啦，然后自己再改良一下，有没有？齐天大圣如来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好了，我看一下攻击力，用负的，完了，一击必杀。我要把我丢出去了，
你的如来在哪里？如来 ！Oh my god！ 吓死了。那这只欸，这只是迷你悟空，外形差不多吧？这你应该不会攻击我吧？这个的话，可能就要用到这个一般金色的。啊，这应该要用到一般金色的。你给我过来哦！你给我过来哦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小如来、大如来、如来。哦，这个身上穿金色的这个铠甲，然后还负重，它这个就是一般水平的。你看这个血量2200，哦，这就没有像刚刚那一只太作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会不会到时候连猪八戒都出来了？猪八戒谁来扮？剑形象啊，四只脚走路，四只脚走路这样子。啊，我可以攻击了吧？快来让我吸一些经验值，让我吸一些经验值。哇，好帅哦！他这个居然是挥金箍棒的这个动作，哎，死给右键，搞不好右键是把我丢出去吧？右键，果然是把我丢出去。别丢我，拜托，别过来哦。西剑，如来，哎，这边有如来啊，前面有一只，哎，现在什么情形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然后这只就是比较偏黑色的，它这个还有分颜色，但是怎么讲，颜色有分啦，但是呢，能力值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这也是写迷你悟空，然后这个也是迷你悟空，哦，好啦，我们就带黄金色的好了，耶、yeah, ，哇，可以跳很高，但是这一只不会如来，哦，这只不会 C 键的如来，那我们先把它带回家 ，What the hell? Are you sure? 哎。这个又是老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老问题了？我要穿透地心啦！我又地心穿透，要去地心之旅啦！不是吧，大哥？哇，这天空死成这个样子，再一次 ，No！ 好啦，我们回来了哈。老头先把这一只啊，老头先把、欸、不是。施救收一起来好了。老头先把这两只带回家哈，这两只先带回去。好，咱们先骑这只大只的悟空。啊，这只呢也是可以探查地形的，用跳的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边有一只小悟空。来，我们直接把小悟空收拾掉。啊，不知道打死会给什么啊？我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中悟空哦，嫩，他给什么啊？我没有仔细看嘞、欸，他消失的太快，他给什么东西？给建筑物吗？啊，是给打死给建筑物哦，笑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不会掉下去啊，不会吧？哦，还好，这次就没掉下去了。然后包包里面没什么，刷建筑物用的哦。完了，这跟我同等威力的。我会不会死啊？重点，嗨，你好，哇，秒杀！这次却没给东西，这是鬼畜攻击力啊！我的天啊！啊，给一个 skin， 我们的如来就这样软掉，我们的悟空就这样软掉了。哦，有错觉，你知道惹怒我们大悟空的这件事情。啊、哦，将会造成你们的毁灭的吗？你居然不知道啊、哦！没关系，你也来不及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穿一下，超级怕死的。我靠，全部这边全部悟空哦，悟空领地是不是？哇，悟空领地，悟空领地啊，没有别的了吗？好，然后这只是纯金色的，嫩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次把他杀死没给东西的、啊？怎么这次没给了？哎、欸，那什么？哎呦，死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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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别走啊！烧烤阿姨啊！
这到底是搞什么？嗨，你们好，可以骑吗？可以耶，不走了。他旁边跟了好多小羊羊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寂寞寂寞的可爱呀，可爱小羊羊，完了，不走了。啊，最起码还有这个东西啊，挺有趣的，挺有趣的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但是这个负重也加太慢了吧？啊，你这个负重实在很不行哦。来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你有什么功能。哦，马儿奔跑，马儿跑。来，帮我打这个，快点，我被攻击了，救我，救我！救我，打他。Oh my gosh！ 咬！哇，这攻击也是神夸张的，哇，好可爱，跳跳跳哦！这根本就是 dancer 的舞团嘛，那个超级舞团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动作都一致的，你看，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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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动作一致，从来没有偷拍过。啊 ，C 键没功能，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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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超级 dancer 不用讲了，超级 dancer， 可爱小马，那边有一颗蛋呢，你看好 happy 啊、哦、，happy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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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， 什么暴龙的蛋不理他 ，happy， 哇，耐力不足无法跳跃，这家伙的耐力也是啊，非常的优秀啊，好，我能说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你除了骑乘之外，你要什么功能？啊，好，还有电量，侦测敌方玩家啊、哦。Happy Happy， 他跑步就这么慢吗 ？Happy， 呜、哦，我会不会摔死啊？重点，不会吧？没事，还好还好，不会摔死，摔死就笑死人了。Happy Happy， 啊，我要玩一个很好玩的，冲啊！喂 ，no， 居然背不过去！我到底是有穿过还是没穿过来？没有，没穿过来。嗯，啊，看一个没有跳好哎，然后想一下，这边应该可以吧？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啊！我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。鸽子想跳过去有这么的难吗？哎、欸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跑到我们家这里来好不好？这里不欢迎你啊！这不是你的家啦，我要乖乖的回去了。这不是你的家。Oh yeah！ 好吧，我们差不多玩完了，差不多今天到这里为止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下一集再抓你啊、哦！我觉得你一定也是可以抓的，你是下一集的新的对象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抓了这个悟空，然后他的头被挡住了，哦，因为被这个旗子给挡住了，非常好。哎、欸，我悟空不是只有抓两只而已吗？哥，悟空不是只有抓两只而已吗？啊、对，没错。好、哦，今天差不多就大概抓这三只啊、哦，哥就觉得还不错啦，反正就是。变态版本的方舟生人进化里面加了孙悟空在里面啊，不知道之后会加了些什么。哦，还有那只很可爱的小鹿斑比，我觉得蛮赞的，个人还蛮喜欢的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这个赫卡特的模组再见面了，拜拜。